盛啊。好丰盛啊，这是人本的吗？就是会告诉我们说他想要领取这个爱心餐券，对，餐这个餐点，对，然后我们。希望啊，借由今天呢、公布我们彰化县所有商家提供的地址，让彰化县的学童还有我们的民众有需要的，可以来到我们的爱心代餐取餐啊。那我们希望疫情期间彰化县配合我们中央党部发起全台这个代餐爱心活动希望能够在疫情期间帮助有需要的学生以及民众。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县很多有爱心的这些店家来提供这么多的这个餐点来给我们一些低收入户还有我们的边缘户很多的这个弱势团体来提供这个餐点给大家来使用发挥一个人机体机人力体力的这个心情，我们非常的肯定他们。那这一段疫情的期间，我们也非常感谢县政府呢，在防疫的第一线，大家都在我们王县长领导之下的团队呢，大家都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把我们的彰化县的防疫工作呢齐心协力，做得非常的受到民众的肯定。那加上我们民间有这么多的爱心团体，来提供这么多的餐点，让我们彰化县呢。很多的弱势团体能够来享用这份温馨温暖的餐。今天我们彰化县青工总会那也配合我们这个彰化县党部，还有中央党部还有彰化县议会跟县政府一起来募集这个爱心代餐的这个活动，来一起来响应。那在疫情期间可以让一些学童还有我们的边缘户可以来享用这个。爱心代餐先也要先感谢国民党部给我这个机会，跟他们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然后透过他抛砖引玉的一个动作，然后陆陆续续其实有更多的善心人士捐了这一项的一个善举，所以呢，这一次合作呢，希望说能够帮助更多的弱势团体。给他们对，这一家会保你，会保你，会保你，自己吸收哦。